胜祖近年来将演艺重心转往好莱坞发展，常居美国，没想到近日却现身在台北，还同框儿子刘静。原来两人因合作影集《西游 ABC》结缘，两人在戏里饰演父子。吴彦祖就在文中写下，在台北的父子重逢，自从《西游 ABC》白宫特映后就没再见面，希望度过这次罢工后能多见面。只见照片中两人微笑同框，不过戏精的是，两人后方有位做着怪表情的女子搞笑乱入，仔细看原来是 Janet， 让网友纷纷笑问：后面是 Janet 吗？后面有个 Janet 女神显眼包。而刘静也晒出两人自拍照，并写下父子在台北相见欢，希望很快就能再见，让网友纷纷敲碗两人再次合作啊。